三四二行啊！放开！邓博，邓博！ 发生什么情况了，大哥？没想到这小娘们身手这么好，差点让他给跑了。想跑？好啊，去把那个小娘们给我带上来，哥几个跟他玩玩。是。这是我们的机会，一会儿我通知他们，你想办法逃走，报警，不要管我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没事，从小训练，受伤难免的。还没事呢，都流血了。来，你擦擦。别碰我！我说你是呆还是傻？你为什么不跑？你说你逃走了，找来人，我是不是也得救了？
根本就不会打，瞎凑什么热闹。我那儿看你吃亏了，我回来帮你忙啊。你帮我什么呀？多余。现在好了，往后他们看管的肯定更严。那，下回送饭的时候，咱们再试试呗。你好，你们有 Jason 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我们找到一只蜥蜴。可他已经失联12小时了，如果24小时还是没有他的任何消息，我必须马上让警方介入。希望你们尽快。你建议我买的两只股票还不错，走势不稳，震荡比较大，需不需要平仓？不忙，再观察两天，随时等我电话。能有什么发现啊？两个人光聊股票了，不过都记下来了，万一里面藏着什么暗语呢？哎，你给我把它拿远一点，看了瘆得慌。别闹，我也怕那玩意儿，拿走拿走。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我还想养你。就你还养它呢？你养两天你就得养死了，我看你还是把它给送走吧。现在脸色惨白啊，来，喝口水吧。我不渴。我们现在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。下次送东西时，你跟我一起抓住机会，我会设法拖住他们。邓博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的。你看，你现在伤得很厉害，需要马上去医院。没关系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我现在已经大概判断出我们的位置，可惜我的战术手表坏了。战术手表？我们的战术手表和基地的生态系统是连接的。你手表呢？给我看看。我有办法，这手表外壳虽然坏了，但是芯片应该还是可以用的，只要通电就能发出低频信号干扰。但是想要发出低频信号干扰，有三个不可控又非常必要的条件。第一，需要一个外部发出装置，最接近的那就是手机信号了。第二，需要你的同事准确且敏锐地接收到我们的这个手机信号。第三，这信号干扰属于物理手段，无法准确传达信息。那摩斯码行吗？摩斯码已经没有人用了。只要能发出去，我们的人肯定能收到。那现在我们就缺一个手机信号。你嚷什么嚷？这女的看的不行了，要送医院。